希拉杰这个名字我都没印象了，你们那届还有这种人？不是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人，不记得也很正常。教练院就是喜欢给人施加压力，还动不动给人扣上天才奇才之类的帽子，这点我一直很难欣赏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教练院也不能交给你来领导。应该说我很高兴你还有最基本的自我认知，院里那些人如果没疯就该明白，与其让你当贤者，还不如让我来。然后让人知道你的贤者生涯就像那幅挂画一样摇摇欲坠。你这个马上就要辞职的家伙在说什么呢？过几天就又去管档案了，哇，人生跌回谷底啊。但院里发给我的津贴应该不会减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也不用像做建筑设计的人那样累死累活只为博取委托人一个微笑。你今天就不该好心帮你打扫客厅，我自己还有设计图纸没画完呢。记得补交你欠的房租，我打算拿那笔钱添置一些家具。你是想气死我吗？你买的那些摆件一个比一个没有美感，放块干巴巴的木雕在家里有什么意思？谁让我经济自由呢？我说，总拿自己的优势跟别人比，也是一种逃避吧。去掉庸俗的金钱，在更有价值的地方比一比。嗯，很难想到有什么是你占上风的，你自己能想到吗？艺术性不是吗？都说了你根本不懂室内装潢，不许乱买那些家具，除非带我一起去。带你去还得请你喝酒是吗？当然了。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只会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借款而已，你过不了多久就得还我钱。你也可以做一个善良的好人，不向我讨债不是吗？假装自己没有负债，就像假装自己没有住在别人家里一样可笑，其他人迟早会知道的。哎，说到这个，今天来的家伙应该不会说出去吧？记得叫他们帮我保密啊。我倒觉得你早就暴露了，没必要费心掩饰。凭你那几杯倒的酒量，去几次酒馆，自然就把秘密全说出去了。不会吧？不对，应该不会吧？